果然，崩坏声又在城区里出现了。速战速决吧。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你照顾好市民们。看来暂时没有新的威胁了。谢谢你，浮华姐。本来程姐说，因为要疏散的人数不多，分头行动效率比较高。毕竟大部分居民听到我们的钟声之后，自己就会躲回家里。我巡视了自己负责的区域，然后突然想到，可能也有人会被困在城市边缘，就来检查一下。你的判断很敏锐。不，浮华姐，我只是正好猜对了而已，也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。如果我能像红那样勇敢敏捷，或者蓝那样聪明机灵，或许就不会身处险境了。但你也有自己的智慧，在我赶到之前，你尝试着用相机的闪光灯逼退崩坏兽，对吧？那是急中生智，同样也是一种才能。就是，你的表现已经很棒了。当然姐姐也是，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把怪兽全打败了，超级帅气。小程，你那边也还顺利吧？我遇到了绿，他说城区里的秩序已经趋于稳定。绿可是我们中作风最严谨的 Vita 呢，他只要说了什么，那一定就有把握，所以我就先回来找你们啦。不过其他的 Vita 他们的战斗能力和你们相比如何？啊？为什么要这么问？以前城里都很和平，从来没有像这样的怪兽出现，所以就算遇到什么问题，只要我们指挥大家团结起来，肯定就能克服。另外，虽然应该不属于战斗能力，但我们的确还有圣物，对吧，小光？嗯，是这样。圣物是 V 他们作为城市管理者的某种后手吗？如果按之前了解到的情况，也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规则。可是程姐，刚才已经出现了第二种新的怪兽，照这样下去，他们的种类会不会越变越多？你看，我拍了照片。真的，怪兽的类型变多了，这可是个大发现，不愧是小光呀。这没什么啦，程姐。身为管理者，他们对于崩坏的了解，还真是少得可怕。小程，这是……好啦，姐姐，你也不用苦恼。虽然我们没有对付那些怪兽的经验，但毕竟这座城里还有另外六个我呀。大家一起参加集会，讨论方案，就一定会有办法。姐姐，你和怪兽战斗也很辛苦，就不要再一个人去考虑问题嘛。接下来应该让 V 他们也各尽职责才对。程姐说的没错，也对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既然这样，我们现在是要召开这种集会吗？嗯，在广场那边。虽然绿强调说他不希望外人参加，但是我想
姐姐你也已经不算外人了，对吧？啊，我是不是忘了说明？绿就是绿色的我，绿型的 Vita。 虽然有时候会比较死板，但其实是个认真负责任的好孩子，所以姐姐也不用太顾忌他说过什么。到了广场，我会帮你说话。嗯，毕竟姐姐帮了我们那么多忙，我也觉得你不是坏人。如果其他 Vita 有意见，我也会帮忙。嗯，不过我不是程姐，恐怕说服不了任何人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感受到你们的好意了，准备出发吧。我也想见见其他的管理者们。说起来，我记得你们一共有七个 Vita， 对吗？嗯。红、我、小黄、绿、小光、蓝，还有小紫，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，都很重要哦。我做的都是些杂活了，跟程姐他们不能比。啊，是红。程姐、阿青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你们后面的那位是……不，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。你们为什么这么慢？还有其他的维塔呢？别着急啊，红，我们这不是来了吗？而且绿应该也来过了，对吧？我刚刚就见过他了。你说小绿？他倒确实来过，但是马上又走掉了。我记得他说自己看见了小紫，要去把他拉过来。所以，这样不是已经有五个人了吗？等他们两个回来，说不定小黄和蓝也就都到了呢。嗯，你们也太悠闲了吧，明明事态这么紧急，怎么回事？小绿也是，还说什么人不到齐按规定就不能开会，要是他留在这里，我们几个先商量商量也好呀。守规矩就是绿的优点嘛，上次的停电大危机，还有之前的儿童集体走失事件，不都是他组织我们一起解决的吗？虽然你说的没错，但还是急死我了。这么说来，是你敲响了钟声吗，红？是啊。因为城里突然出现了崩坏兽吗？崩坏兽？那什么？就是，一种专门搞破坏的怪兽，因为崩坏能……啊，我知道了，是你们给那些紫紫的、之前没见过的动物起的临时名字吧？确实，他们走起路来蹦蹦蹦的响，看上去脾气也坏坏的，所以叫崩坏兽再合适不过了。不愧是你，阿青。不是的，这不是我起的名字，是浮华姐。重点在这边吗？所以阿红，你究竟为什么要敲钟呢？似乎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崩坏兽。因为我也说不清楚，但是肯定有大事要发生了。从早上开始，先是紧张的居民们，然后是弄丢了东西的小动物，再然后是迷了路的崩坏兽，到处都吵吵嚷嚷的，怎么看都是大事发生的前兆，所以我就赶紧先……果然，你又没有确认好条件就敲钟了，红。我之前跟你强调过的规则，你还背得出来吗？嗯，当然记得了。是什么来着？一，确认已观测到正在发展的事态。二，评估事态具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。三，能够在集会过程中正确描述事态的进程。满足全部条件才可以敲响集会钟声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呀，每次都不加思考就动手了。好啦，绿，也别对他太严格了。红发起的集会，每次到最后不都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吗？比如给流浪动物安家那次，就是他的功劳呢。还是说，你希望我们现在取消集会吗？那也不行。按照规定，钟声已经被敲响了，我们就必须完成集会，这也是为了保障城市的安全。那么接下来只要等小黄和蓝也到齐就行了。关于这件事，
其实他们两个好像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他们也和崩坏兽一样迷路了吗？还是我来解释吧。城内的秩序恢复正常后，我马上赶到这里，结果却发现在规定的集合时间内居然只有我和红岸石到了。对不起，我被崩坏兽发现了，程姐是去找我。阿成向我报备过了，这件事不要紧。至于子这家伙，想来肯定是又给什么人帮忙去了。因为大家总会有各种各样需要帮忙的地方嘛。我本来也是在往广场走的，结果先是看见拉娜的狗狗躲在箱子里不敢回家，然后是哈布家的院门被怪兽撞倒了，巴恩没来得及收回晒在门口的竹筐。啊，对了，还有拜托我帮忙找阿黄他们的绿姐，谁让小紫是我们中最有求必应的维塔呢？总之，我找到了紫，然后让他和我一起把剩下的两个维塔喊回来。可是我们找遍了城区，也没看见他们两个的影子，直到现在，他们两个也没过来集合。会不会是吃坏了肚子，或者迷了路？蓝是我们中最聪明的 Vita， 不应该会迷路呀。如果仅仅是迷路，我们不可能这时候还找不到他们。而且，黄那孩子从不说谎，我想象不出他为什么会故意躲着我们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按照绿姐的规定，七个 Vita 不到齐就不可以开始集会，对吧？你说的不对，晴。抱歉，果然是我记错了吧。首先，这不是我的规定，而是这座城市的规定。其次，规定的内容应该是只有能够到场的所有 Vita 到齐才能开始集会。或许此时此刻，这座城市就处在最需要我们的紧急事态之中。看来作为 Vita 们的领导者，他也并非不近人情，甚至可以说很知变通。你就是浮华对吗？我从阿成那里听说过你了。我是绿行的 Vita， 他是调协的 Vita， 非常感谢你帮我们击退了怪兽。感谢你。接下来的 Vita 集会原则上只有 Vita 们可以参加，但是现在 V 他们没有到齐，刚好出现了空缺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既然有空缺的位置存在，寻找替补也在情理之中，并不能算作违规。再加上我们也正是需要帮手的时候。绿的意思是希望姐姐能加入我们的讨论，对吧？阿成，你不要学黄说话。严格来说，我的确希望浮华能够作为 Vita 们的特殊顾问临时参与一次集会，不过浮华你同意吗？当然，希望我能帮上你们的忙。那就好。其他人也同意吧？我们当然欢迎姐姐啦，对吧小光？对啊。我也同意，刚才我就觉得这个姐姐是个好人，随便怎样都可以啦，我们快点开始吧。所以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。其一，是被浮华称为崩坏兽的这种怪物，我们接下来就都用这个方式称呼他们吧。尽管目前为止，现身的数量不多，并且都被浮华击倒了，但他们随时可能继续出现，而根据青的观察以及浮华的补充，他们的种类还在不断增多，变得越来越强。我只是拍了点照片，主要还是靠浮华姐。总之，目前只有浮华拥有和他们战斗的手段。毕竟城市里平时很和平，我们只储备了一些用来维护治安的普通武器，虽然把那些武器一口气全丢出去也没关系，确实感觉伤不到怪兽呢。以上是第一个问题，我们称之为崩坏兽危机。第二个问题则是黄和蓝本相的 Vita 与先觉的 Vita 现在下落不明，这一点已经由我和子确认过了。我们需要搞清楚他们两个为什么没有来参加集会，又去了哪里。除了这两点还有其他疑问吗？当然有。小绿，你为什么无视了我的情报？小动物们发生骚动，
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崩坏兽的出现。即使有其他原因，现在也不必优先讨论这件事。大家说呢？虽然总觉得小动物们的情绪也很重要，但我们还是应该先处理崩坏兽，找到失踪的两位 Vita 吧。是啊，我们身为城市的管理者，必须处理好轻重缓急。只要城市重新恢复和平，小动物们的心情自然也会重新变好吧。程姐说的也有道理，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一切立刻恢复正常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说，咱们是不是到了该使用圣物的时候了？你的意思是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程姐和阿青不是都说我们没办法对抗那些大怪兽吗？小绿和小紫你们两个不也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黄蓝他们吗？既然大家都束手无策了，那就是使用圣物的时机了吧。打扰一下，之前我也有所耳闻，你们提到的这个圣物指的是什么呢？听上去它可以用来对抗崩坏兽，也可以用来找人，似乎不只是普通的武器。是不是武器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因为所有的 Vita 都从来没有见过圣物的样子。还是让我来解释吧。圣物是城市代理人所能启动的权限之一，为了维护弗洛斯的秩序与安全，我们一共有三个等级的应急措施。第一级是 Vita 们的巡逻和协调，用来处理居民日常遇到的麻烦。第二级是现在正在进行的 Vita 集会，用来处理单个 Vita 难以决策的重要事件。第三级便是圣物。据说只要启动了圣物，就能咻咻地把所有麻烦都解决掉。按照城市代理人的规定，当城市面临无法挽回的重大危机时，经过七个 Vita 的一致同意，可以在广场上，也就是这里启动圣物。它拥有让城市恢复秩序与和平的力量，虽然我也没有亲眼见过。因为一直以来 Vita 们都非常努力，从来没有让城市陷入过重大的危机。可是这次不一样啊，以前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连小绿和蓝也处理不了的麻烦，对吧？蓝只是还没有现身，崩坏兽也被浮华压制住了，事情根本没有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但是那个词是怎么说来着？防范什么狼的？防患于未然。对，防患于未然。我们不能真的等到事情变得无法挽回吧？只要试一试圣物，大家应该就不用继续躲在房子里，黄和蓝说不定也能立刻回来。红，你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。正因为黄和蓝不在场，我们才没办法启动圣物，不是吗？没有他们，我们就无法集齐七个 Vita 的权限，除非……总之，这和召开 Vita 集会完全不同。权限。浮华姐，你还记得我们带你进博物馆的时候吗？当时程姐用的那个就是权限。她指的是打开博物馆暗门的。浮华姐注意到了，其实每个 Vita 都有一把一样的钥匙，用绿姐的说法就是权限，只要用它就能自由解锁城内的各种入口。但圣物是唯一的例外，它需要七个 Vita 同时提供七个权限，也就是七把钥匙才能启动。圣物是最终手段，而现在我们还远没有到要使用最终手段的那一步，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帮手，对吧？阿成说的没错，即使不论帮手，我们 Vita 也还有很多能做的事情。要是凡事都直接交给圣物解决，那城市代理人又是干什么的呢？可
你要就这样向怪兽认输吗？这可不像我们的红呀。认输？才没有，不就是怪兽危机吗？我可是速度最快身手最好的 Vita， 怎么可能第一个认输？你们说吧，先从哪里开始？是要我和浮华一起打怪兽，还是挖第三池找黄鹤兰？浮华，你的意见如何？我觉得在决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之前，大家不妨先追溯一下异变发生的原因。崩坏兽由失控的崩坏能而生，但我在城区里并没有观察到崩坏能污染。另外，这里的崩坏兽是断断续续一小批一小批的出现，而且大多出现在城市边缘。以我的经验判断，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多半存在着一个被崩坏能支配的区域，那里才是这些崩坏兽的大本营。只要能找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就有机会对现状做出进一步的判断。所以关于这样的地点，你们有什么头绪吗？哈，我知道了，那不就是禁地吗？禁地？嗯，就是 V 他们不能进去的地方。我们的确是城市代理人，但禁地不属于城市的一部分，城外并不是我们的辖区，大家也不会随便擅离职守。当然，如果有特殊需求，比如帮小动物找活动身体的场所，或者带老人们去郊游，我们也会短暂的前往城外。不过禁地要更特殊一些，它位于被我们称为赫斯珀的边缘地带，是一块废墟。神迹罕至的地方吗？听上去很可疑啊。所以你们为什么不能进入禁地搜查呢？是因为那里需要的权限不一样吗？不，这与权限无关。我们可以打开那里的门，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能进入禁地。这座城市对代理人的规定就是如此。这还真是个盲点，既然禁地里没有 Vita 坐镇，那自然就会被怪兽们盯上了，而且它又是小绿你们不可能去搜索的地方，这不是都连上了吗？对了，该不会黄和蓝也在那里吧？难怪会找不到他们，一切都解释得通了，只要到禁地去看一看就好了。不愧是我。可是如果黄和蓝在那里，而崩坏兽也在那里，哎呀，那岂不是很危险？糟了糟了，我们还是尽快去禁地一趟吧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哦，我先去禁地周围调查一圈，你们快点跟上来啊。我去追上他吧。不用太担心，城市代理人无法进入禁地，这一点早就被验证过了。话虽如此，假设崩坏兽们在禁地周围拥有巢穴，那么黄和蓝确实有可能误入其中。城里倒是有很多坚固的大房子，只要留两个 Vita 维持秩序，短时间内应该不怕崩坏兽的进攻。那么这边就交给子和我吧。阿成、青，就麻烦你们和浮华一起行动，我看你们和他也比较熟悉。没问题。绿野变得越来越善解人意了呀。那么我们赶紧出发吧，姐姐。嗯，走吧。城外的区域以及禁地，希望我能帮上 V 他们的忙，而如果有机会，也要弄清楚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，我又为何会身在此处。城外的风格和想象中好的、怎么了姐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哦，抱歉，稍微有点走神，因为小紫说过会带老人出来郊游，我还以为这一带的风格会和我旅游时去过的地方差不多。小紫她呀就是特别好说话，大家平时有什么需求除了红之外就是找小紫啦。比方说老人们想出门散散心，但是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景色别致的地方，小紫就会找一块空地，拉着大家聊天、读书、看电影，轮流给彼此讲故事。哪怕是单调的风景，
耳熟能详的故事，加入了不同人生的底色，也会变得丰富多彩。不如说，这才是旅行的真谛吧。原来如此，能把这样的精神传播给大家，你们确实是称职的城市代理人。嗯，对吧？对吧？不过，这一带的环境我们就没办法了，毕竟它不属于弗洛斯，不归我们管理。这里的名字是赫斯珀。赫斯珀。嗯，我们居住管理的主城叫做弗洛斯，城外的遗迹区域叫做赫斯珀，也就是晨星和昏星的意思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最早是谁起的名字，不过一直以来大家都是这样叫的。如果直接把这里叫做城市遗迹，不是会很寂寞吗？晨星和昏星啊，也就是启明和长庚吧。哦，是我家乡那里对这两个词的叫法，代表只是昼夜交替的一颗星星。等一下，所以为什么是这两个词？给这座城市起名的人，难道……浮华姐，快看，我找到了，好像是崩坏能的痕迹。我之前刚好拍过这附近的照片，对比一下就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。痕迹旁的石块明显被人翻动过，隐约还能看见脚印。等一下，这些脚印像是在躲避什么东西。你们两个先躲到我身后。这些崩坏兽是不是稍微变强了？你看得出来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有这种感觉。因为这次的崩坏兽攻击手段更丰富，所以我觉得……你的总结能力不错。机灵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这里也看不出来有人被袭击过嘛。嗯，这些崩坏兽并不十分警觉，如果他采取前行的策略，应该不会陷入战斗。这道裂隙，看来我们需要绕路啊。毕竟刚才只消灭了一些散兵游勇，离他们的巢穴应该还有一段距离。浮华姐姐，你看到这条裂隙对面的建筑物了吗？那就是禁地。其实还挺近的，对吧？只要沿着裂隙再走一段路，过一座桥就到门口了。红应该就在那附近，我们也过去吧。Thank you.
说起来，看这条大裂缝的样子，以前是发生过地震吗？嗯，好像确实是大地哐当哐当的晃，楼房什么的全都倒塌掉那一类的吧。啊，我这样说姐姐一定很难听懂吧，要先休息一下吗？因为说来话长嘛，之前也和姐姐说过，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叫做弗洛斯，用姐姐习惯的叫法应该是什么来着，起名。对，起名。不愧是我们的城市记录员，记性真好。对了，把这两个名字写进记录里吧，这样其他 V 他们也能使用姐姐习惯的叫法了。嗯，但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居住在这里的，很久以前大家还住在另一个地方，用姐姐的叫法就是长庚吗？没错没错，某一天可怕的天灾忽然降临了，摧毁了我们原本的家园，逼他们不得不齐心协力带领大家开辟新的家园，搬迁到了现在的启明。而这道大裂隙也是那场天灾在大地上留下的伤疤，应该是这样吧。那个时候你们没有动用圣物吗？对啊，这有点奇怪啊。小光，你说我们以前到底用没用过圣物？会不会其实我们用过，但之后圣物把我们的记忆消除了？这应该不是吧，不过我也记不清当时的情况了，毕竟是很久很久以前。无论如何，即使不依靠圣物这样的最终手段，大家也已经克服了许多难关。红他今天之所以会那么着急，主要还是因为小黄和蓝失踪了，让他放心不下吧。嗯，但我相信他们肯定没事的，毕竟蓝是我们中最聪明的 Vita， 小黄又是个正直勇敢的好孩子呀。失踪，这么说来，在其他人眼里，我此时也算是失踪状态吧。从刚才小城和小光的叙述来看，启明和长庚的历史显然和我知道的所有历史都大相径庭。那么这里应该是不，这未免过于离奇了，如此程度的文明不可能与外界毫无关系，实在很难认为这里属于本征世界的地球。那么这里应该是，但为了以防万一，博士们在我开始旅行之前将千界异城的便携终端交给了我，虽然他们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十之律者被卷入什么新的事端里。总不会，那么这里应该是抱歉，我又把你们晾在一边了。总感觉浮华姐的样子非常苦恼呢。该不会是因为我们提到了家园的话题，所以姐姐也想家了？刚见到姐姐的时候，姐姐就在思考怎么离开这里，对吧？可不要小瞧了城市代理人日常训练出来的观察力哦。没关系，
姐姐要是感到苦恼的话，就和我们商量商量吧。苦恼倒谈不上，我刚才正在思考自己是如何来到这里的，我想到了一些可能，但自己又一一将其否决，最终也只好搁置疑问，先不去想这方面的问题。搁置吗？事有先后，既然我答应了你们，就应该先把你们的委托完成，而且我对这里还不够了解，先易后难的去解决问题本就是正确的方法，等我帮你们找回同伴，再想办法去找自己原本的同伴。到那时候 V 他们也要帮忙，我们一起找姐姐的同伴。嗯，好啊。哦，浮华姐，这里又有紫色的痕迹。崩坏能污染的程度并没有加深，但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。这里有谁刻意摆放的小石子？啊，我记得这个是红的习惯，他遇到十个指头数不清楚的问题时就会用这个办法。原来如此，他是在潜入之前在这里计算崩坏兽的数量吧，是个胆大心细的孩子呢。浮华姐，这里的痕迹好像很新鲜，小心。总体而言，这里的崩坏兽并不算多，难道禁地也不是异变发源的地方？啊，我们到了，姐姐，看，那边就是我们的桥。你们说，这个是桥？丽姐，我到了，这里还有几只崩坏兽，小心一点，不要惊动了他们。走失的居民一共有三人，尽快找到他们，带他们找到离开那里的路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。嗯，包在我身上吧。谁来救救我？我还年轻，还不想死。哎，说什么死不死呢？多不吉利呀！小紫，吓我一跳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当然是来救你们呀，兰娜。让我猜猜，又是因为找不到小花才在外面乱逛。放心吧，我们已经把她救回去了，现在要轮到你了。真的吗？谢谢，谢谢。
要紧吧。小紫，是小紫吗？您别激动，把手伸给我，我马上就带您离开这里。稍等，我这里有你平时吸的药，拿。气顺多了，谢谢你，小子，我还以为这把老骨头要见不到你们了。别这么说呀，你已经安全了，跟我来，慢点，不要急。平安回家了，小意思。还好你熟悉大家的性格和习惯，如果是我，恐怕就没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人找齐。谁让我是调鞋的 Vita 呢？好了，既然事情办完了，你也快点回来吧。走之前，记得把路口的封锁恢复原状。没问题，没问。啊，路口的封锁。会忘记了吧？不把路口堵好，文化兽不就又进来了？看来是忘记了。啊！他们朝我过来了！快到我这边来，我有办法对付他们。好了，居民们安全了，崩花兽也暂时过不来。过程中暴露的问题，我们日后再复盘总结就行。一个人的粗心大意，等于所有人的粗心大意。赶紧振作起来，我们还有的忙活呢。嗯。不过，绿姐，你刚才用了什么办法挡住他们呀？还记得几个月前，我们帮哈布一家人盖新房子的事吗？嗯，当然记得。那家人的老宅太旧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蓝劝说他们从里面搬出来。老宅拆迁之后剩下的智能砖刚好可以拿来组装成陷阱堵住那条路。原来如此，这样既不会伤害到城里的建筑，也能封住道路，还是绿姐周到。可是我记得那些拆迁剩下来的废料好像是由蓝带走了呀。嗯，刚才设置陷阱的也不是我，而是蓝那家伙。我只不过是在指挥居民疏散的过程中看见了他留给我的指示而已，不然我也没有时间临时完成这种工程呀。是蓝，还有阿黄也和他在一起。40分钟前差不多就是我们集会的时候，看来那时他们正在暗中为阻挡崩坏兽做准备。为什么要偷偷做事呢？不管怎么说，原来阿黄和蓝现在没事嘛，太好了。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既然蓝和黄没事，为什么他们不出来见我们呢？那可是蓝，他做的事情总有他的道理。我担心他们会不会卷入了什么危险的事情里，所以才会迟迟不肯现身。危险的事情我确实还没有想得那么深，不过我感觉蓝应该能照顾好自己，他是最值得信赖的 Vita 之一嘛。如果他有什么打算，我们也可以信任他，直觉上就是这样啊。又是你的直觉吗？虽然你的直觉一向很准，
而且兰他也不是一个人呀，不是还有阿黄在他身边吗？以阿黄的性格，就算兰想做什么危险的事情也一定会被他拉住。黄本相的性格吗？子，你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，黄和兰在一起，只要能找到黄就能一并找到兰。而以黄的性格，如果他以自己的意愿在城内活动，就很有可能在其他我们还没注意到的地方留下访问的痕迹。子，先陪我一起把系统里的所有访问记录排查一遍。太好了，看来我有帮到忙呢。你先别高兴太早，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呢。找到了，黄的另一个访问记录是今天清晨博物馆。看起来这里好像没有人呢，绿姐。没关系，至少我们可以找找看他们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。子，你在听吗？抱歉，条件反射的就每次来到这里都忍不住想好好打理一下呢。根据城市代理人的规定，这个月的扫除已经进行过了，而且这里本身就很干净。我和绿姐不一样了，我比较笨，有时候也会搞混这些规章制度。我只是看到那些自己能帮上忙的事情，手就会闲不下来。维塔姐姐每次回来的时候不都特别爱惜这里吗？所以我就想着，如果能让这里保持最干净的样子，下次维塔姐姐回来的时候也一定会觉得开心。也是，维塔姐姐最喜欢的地方的确就是这里。要不以后把规定的打扫频率提高一下。不知道下一次 Vita 姐姐回来会是什么时候呢？到那时她一定会带来更多新鲜的故事吧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里发生的事讲给她听。就像上一次。 Vita 姐， Vita 姐怎么啦？一心，你不在自己的岗位上站岗吗？还是说这次打算来逮捕我？才不是呢， Vita 姐，我听小紫说你回来了就立刻跑过来了。原来小一心这么想我呀，还是说想看我带回来的新展品啦？两个都想。红，你说的太直接了。没事，我还不了解他呀，别着急哦，等我把这份名牌写好，新的展品就能展出了。好诶，哼，这次会是什么样的宝贝呢？维塔姐姐，这次你也去了很远很远我们没办法去的地方吗？对哦，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世界，有雄伟的黑色山脉，广袤的白色平原，以及繁星般点缀在大地上的村落和市集们。居住在那里的民族一年中有9个重要的节日，要举行3次盛大的庆典。庆典上人们会跳起模仿某种鸟类的舞蹈，还会准备由特制香料调味的美食。这真的有这么好玩吗？怪不得 Vita 姐这次回来的这么晚，原来是在那里玩得太开心了把我们给忘了嘛。别这么说呀，红，维塔姐姐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是啊，我当然不会忘记回来呢。怎么了，维塔姐姐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来看看我给你们准备的纪念品吧，这次也要记得好好替我保管哦。没问题，我们保证会守护好这里。果然值得信赖呢，那我就放心交给你们啦，我的家人们。好了好了，伊太姐的事情以后再说，要是等到她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把这次的灾难解决掉，那不是太丢人了吗？至少得先把黄和兰给找出来才行。我刚才又想到一种可能性。子，你对展品比较熟，你看看
这些陈列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要说不一样的地方，要说不一样的地方，那怎么可能没有呢？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并没有偷听别人谈话的恶习，也并非故意要突然出声，给两位淑女一点惊吓。这只是一点不太凑巧的误会。瞧，当你们注意到了藏品这个盲点，真相也就变得如同白纸上的墨滴一样，显著而无趣。事已至此，我如果继续装聋作哑，未免有失风度。我想，只有亲自现身，向你们解释一切的来龙去脉，这才称得上符合礼数，那也是来到这里的你们所应得的，不是吗？请不要紧张，我没有敌意，也不打算做什么坏事，这一点早已得到了你们两位同伴的印证。两位同伴？是的，我马上就会向你们解释他们两人此时身在何方。如何，愿意稍微放松一点，听我把话讲到最后吗？尊敬的城市代理人们，不好意思，姐姐，这里的路会不会不太好走？没办法，这座桥从一开始就是破破烂烂的样子，绝对不是因为 V 他们疏于管理才让它变成这样的，对吧，小光？嗯，确实。其实我也建议过兰，有机会可以修缮一下这里，毕竟施工发明方面的事情还是他在好，虽然很少会有人来这里，但修漂亮点总不是坏事。可是他总说些难懂的话，什么这里的构造我也没有研究清楚，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之类的。唉，不过这也是他的优点啦，考虑事情总是很周全。哦，富华姐，你往那边去的话要小心，我记得那里有个大洞。我没事，小光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只是想找个地方观察一下这里，透过这里的破洞好像可以看到裂隙下面。这是这条裂隙底下的区域，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会和量子之海有关吗？啊，千界一城的中断，度数变化了一瞬间，但是没有稳定下来，是还在校准中吗？又不动了。是因为我探出身体，终端才感应到了异常，也就是说，这桥下的裂隙的确与本征世界，或者是我站立的这一侧，在维度上存在错位，但终端并不能给出一个稳定的度数，是尺度过大，精度过小，还是小程、小光，我能问你们一些问题吗？终于又说话了。姐姐如果想到了什么，千万别客气，尽管问吧。你们之中有人探索过这座桥下面的裂隙吗？没有，我们就只是知道这座桥而已。下面的裂隙也太深了，就算是胆子最大的红应该也不敢下去吧。那么看着这下面的景象，你们会有什么想法吗？想法？裂隙不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不过在长庚里也只有这一条裂隙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别的裂隙应该是什么样。抱歉。原来如此， V 他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概念，
他们既不了解崩坏，也没有关于量子之海的知识。目前已知的疑点有三个：一，这里的文化和历史反常而模糊，不像是本征世界；二，从仪表读数来看，这里也不是量子之海，最多只有间接的关联；三，被 Vita 们称为桥的这座高科技建筑，怎么看都和这个世界的基调出入很大，而且，对啊，裂隙，它有疑似量子之海的特征，和世界的历史也有一定关联，再加上桥正位于此处。小程、小光，那麻烦你们讲一讲天灾的细节吗？就是之前你们提到的毁掉你们曾经的家园，制造出这条裂隙的那场天灾。姐姐的问题好跳跃啊，让我想想。不行，我记得的好像也就只有大地框框晃了。小光，你记性好，你来说吧。我的记性也没有那么好，而且当时好像也没有照片留下来。没事，你随便说说嘛，在我的基础上能稍微补充点什么也好啊。这么说的话，我想想，那场天灾应该源自大地板块之间的碰撞和分裂。由于地面在短时间内改变了形状，建造在地面上的建筑物也就都被摧毁了。到这一步都很像地震，但摧毁建筑之后，大地仍继续分裂，江河湖海也失去了承载他们的基底，变成洪水到处肆虐。不过到最后，裂隙出现了，它吞噬了洪水，给了人们一线生机。 V 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带领大家离开旧家园，建立了启明。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好棒啊，小光，你这不是记得很清楚吗？简直就像看着课本念出来的一样。也没有那么清楚吧。的确，小光的回答可以自圆其说，但又充满一种奇怪的模糊感。浮华姐姐又在思考着什么呢？也不知道脑袋会不会吃不消呀。哦，这么说来，浮华姐姐，你一直思考也很辛苦，要不要坐下来歇一会儿，大家一起吃糖呀？这好，谢谢你们，小程、小光。浮华姐姐，怎么样？味道还可以吧？有没有感觉打起了一点精神？糖的味道很好，这种没有杂质的甜味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故乡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谢谢你，小程。只谢我可不够哦，还得谢谢小光。是他提醒我让我把身上带着的糖果分给浮华姐姐吃的。说起来，小光，为什么你会知道我随身带着糖果呀？这一直都知道呀。哎，程姐，你喜欢吃糖，还喜欢随身带糖果分给大家，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呀。是这样吗？不，我确实经常把糖果分给大家，但是我自己喜欢吃糖什么的。不是这样吗？因为程姐偶尔会一个人躲起来，然后糖果袋子就会瘪下去，所以我才以为。唉，真是的。我搞错了吗？对不起。别道歉呀，小光，你就是太聪明了，又太喜欢自己憋着，
要是哪天你把自己充分解放出来，没准蓝那家伙都不是你的对手呢。确实，我也觉得小光是个细心认真的孩子。谢谢你的各种帮助，小光。浮华姐，程姐。好了，还有什么想跟浮华姐说的，都趁现在说出来吧。不能只接我一个人的短，对吧？浮华姐，其实刚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和程姐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些戒备，毕竟当时发生了我们身为城市代理人应该警惕的事态。但是后来你帮我们解决了最大的危机，又一路陪我们来到这里，我和程姐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了。之前程姐猜测你应该是一位侦探，因为职业的缘故，所以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对各种谜团都很感兴趣。不过我其实觉得事情不是那样，虽然当时没能很好的说明给程姐听。浮华姐不断调查谜团，应该不是因为感兴趣，而是因为使命感吧。使命感吗？其实我说不清楚，我只是觉得浮华姐对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事很难放手不管，有点像小紫或者红。当然浮华姐比他们还要厉害好多，只有浮华姐有能力帮我们击退崩化兽，或许也只有浮华姐能帮我们调查到底，解决启明这次面对的大危机。而且也正因为浮华姐是这样的人，你在自己原本的世界里肯定也有不能放手不管的人和事吧。所以解决了这里的危机之后，浮华姐也一定会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去，继续追寻更多的谜团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还有程姐，我们都愿意当好浮华姐姐的助手，和浮华姐姐一起为那些我们不愿意放手的人和事而努力，是这样吧？嗯。没问题，只要我们是同伴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彼此的助手，我们可以一起向着目标前进，在达到目标之后还会各自寻找新的目标，不断向前。嗯，了不起哦，小光，这可必须庆祝一下，来，再给你一颗糖吧。不用了程姐，吃太多会蛀牙的。区区两颗才不会呢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来来来。糟了，没关系。啊，墙角上。Thank you.